今天台媒晒出一组视频画面，正是吴奇隆现身街头了。重点是这一次吴奇隆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布布，虽然身边没有刘诗诗的陪伴，但是吴奇隆还是不乱阵脚，已经驾轻就熟的成为合格的奶爸了。在推着婴儿车遛弯的同时，吴奇隆一边忙着打电话，一次向刘诗诗汇报情况，一边帮助儿子盖被子、裹脚丫，生怕着凉受风呢。不得不说，吴奇隆还真的是很熟手，难怪刘诗诗可以放心的去工作呢。粉丝都评价吴奇隆动作麻利，又如此细心，是满分的奶爸哟。Thank you.